吴乃仁终身代首千首期推卓荣泰参选民进党主席，但是党难当前，吴乃仁先宣布跳船，在新潮流LINE群组直言要退党退流，理由看不见自家改革决心。但言辞清高的背后，马照跑，舞照跳，所以真的是没有人是不能被取代的。好，所以吴乃仁那边给主席说啊，我要退的，你退嘛，你退了新潮流一样运作嘛，台本以前是党产。 意见是公民动员党产，这个追讨当然是非常非常的讽刺啊！你的女儿儿子去接台本，如果是马英九的表姐去接年薪400万的，如果是马英九的女儿去当个台本的董事长。 早就被骂翻了嘛！民进党全面执政，吴乃仁被指示既得利益大户，原是国民党党产的台本企业，不止一对子女都在关键时间插进在台本董事长与董事大位，连老婆詹彩虹也挂台本顾问，俨然已成吴乃仁的家族企业。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，他吃香喝辣，他所有的好处也都占满了。在民进党风雨飘摇，最需要改革的时候，一走了之，这不是他有风骨。 而是他知道船要撞船了，赶快先跳槽逃生。占尽肥缺，党难当前，吴乃仁挥挥衣袖，此时不走更待何时？记者詹朝成、陈文月台北采访报道。